大伙儿子小心点儿。哎，大头儿子停一下，卫生妈妈也快过来，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你们，快！包子店董老板为了回馈街坊邻居，明天要办一场吃包子大赛了。啊，我最爱吃包子喽！那感情好，最重要的是获胜者可以赢到一张包子铺全年五折券，这太划算了。比赛规则是什么？比赛规则是，我走得太匆忙没戏，不过吃包子比赛嘛，就是谁吃的越多，谁就取胜了呗。我想，我们怎么样，报不报名？当然报了。为了五折优惠券，我就放弃一天减肥计划。齐心协力，赢得你。大头儿子，吃晚饭了。啊，好香啊。小豆爸爸，围裙妈妈，你们怎么没有晚饭吃啊？难道咱们家破产了？怎么会破产呢？因为明天就有吃包子比赛嘛。为了保证拿到第一名，我和围裙妈妈从现在开始就要做准备了，要把肚子都空出来的呀。我们不吃，你先吃。啊，这样啊。小头爸爸说的对，为了五折包子券，我们要全力以赴。哈哈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战斗。不能，我一点都不饿。哎呀，刚才是什么声音呀？没听清，我只是假装没听清。你不用再重复一遍的。啊，不看不看不看，什么都没有包子好吃。驴小豆爸爸在干什么呢？大头儿子，你吓了一大跳，你。小豆爸爸，你是要去买汉堡吗？不不不不，我只是看一看，这叫做画饼充饥，看一会儿就不饿了。哎呀！啊，围裙妈妈在干什么呢？啊？嘿嘿嘿嘿嘿。这个橙子有特异功能，我闻一闻就饱了。我是不会偷吃的，因为我还要留着肚子，明天进行吃包子比赛。今天的节目真没意思，我要去睡觉了，为明天的比赛养足精神。小头爸爸，你也要去睡觉吗？可现在才八点多哟。我知道，但是睡着了就不饿了。看来我也得去睡觉了。冠军是我们的，全年五折券是我们的，大包子都是我们的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包子大赛啊！大头哥哥，你是不是生病了？才没有呢，我们全家是来参加吃包子比赛的。哦，参加吃包子大赛？那当然。啊，小头爸爸，这就是你说的吃包子比赛？太好了，欢迎各位邻居来参加本店的包包子大赛。这次比赛包包子最多的家庭将获得本店送出的全年五折包子卡。
这本漫画书看了好多遍了，好无聊啊。也没个好看的节目，太无聊了。小豆爸爸，我们玩点什么吧？要不我带你去图书馆吧？好啊，小豆爸爸，去看看有没有新的漫画书。说走就走，走吧。别说，这电子书还真好用。这是我新下载的一个软件，里面有很多的书可以看。小头爸爸，书柜上面的书这里面都有。围裙妈妈，有漫画书吗？当然有了。围裙妈妈，让我也看看，我看看吧。大头儿子，你不是说好图书馆吗？不去了，在家里看电子书就可以了。大头儿子老看手机眼会花的，真的。小头爸爸，我就看一会儿。你要是很想看漫画书，我就去书架上找一本来看，好不好啊？你看。可是小头爸爸，家里没有我想看的书啊。就是，你书柜那些书，大头儿子都看了好多遍了。可是，大头儿子，我和围裙妈妈来一个比赛，你来当评委怎么样？是什么比赛呀？妈妈代表电子图书，而我代表纸质书。你是评委，看哪种读书方式最好？你看怎么样啊？太好了，我可以当评委喽。这本，这本也行，这也行，行行都行吧。来，这本，这本，来。太不小心了。好，小头爸爸。小头爸爸拿这么多书到处走也很不方便吧？有了它，一本在手，一千本都可以拿着走。你说是不是，大头儿子？是的，围裙妈妈胜。有了。大头儿子，走，我带你出去玩。好啊。大头儿子来了，我这儿有最新款的玩具小汽车。猫叔，我来给大头儿子买书的。大头儿子，尽情的跳吧，啊，随便跳。小头爸爸，你快来看，这里有我最喜欢的漫画书，快看呢。真的呀？小头爸爸，这本书我前两天在手机上看完了。走吧，小头爸爸，没什么好玩的。好吧。大头儿子，你一直在看手机吗？是啊，好多好玩的漫画。哎呀，这样果然不行，没收手机。我是在看书，又不是在玩，干嘛呀？为了保护你的眼睛，从今天开始机看电子书的时间必须固定，一天只能看半小时。手机伤眼睛还是纸质图书？这一局咱们打平了。大头儿子，你看手机的时间到了。来啦。小头爸爸，咱们俩一起看好不好？当然可以。这个骨头的骨不是这么写的。那应该是哪个？骨头的骨应该是这么写的。小头爸爸，快看，这个字我认识，念上帝。这个字也错了，应该是土地。看吧，我就说看书看图书，电子书上错别字特别多。围裙妈妈，你说的。这样是不太好。可是这是我最喜欢的漫画。大头儿子，不看电子书了，我们买正版的图书看怎么样？好啊，小头爸爸，这样我就可以继续看漫画了。电子书有电子图书的好处，它便捷实用，但是纸质图书也有纸质图书的好处啊，没有错别字，不能因为有电子书就把图书给放弃了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对，小头爸爸说的对。我也觉得小头爸爸说的对。围裙妈妈